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讲七煞草斗跟七煞羊斗阁。我这边表列给大家的是七煞在十二宫的位置，独坐会在子午、寅申跟辰戌。那对宫如果是独坐对宫，我用绿色表示给大家，七煞在寅申对宫就是紫微天府，七煞在辰戌对宫是廉府，七煞在子午对宫是午府，其他是双星，连煞在丑位，午煞在卯酉，子煞在巳亥，他没有参与，参与的是我圈起来的部分，七煞在寅申跟子午，辰戌没有参与。那 既然说是草斗，是上对下看，斗是什么？斗是天府的意思。那南斗的那个主要的君主嘛，南斗地星哦，天府。所以，我如果是从上往下哦，在这个格局里面，从上往下，它就是朝，朝这边看，看什么？看天府。这个七煞在身，天府在这边，这都是朝斗，这是朝斗。但如果在下面往上看，视为阳斗哈，往上看看天府嘛，这个七煞这边看天府嘛，往上扬这样看嘛。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子午是另一个说法哈，这先都不管哈，我们先把这个学理上念给大家哈。学理上怎么讲呢？七煞在寅申子午作命哈，所以七煞朝斗阁，但是。在这个这两宫寅跟子宫它是阳斗，在午跟申为超斗，但也有说子跟午为阳斗，但不管怎么样这意义都是很相似的。只要是这一个格局的人，三方四正不能有四煞，你看有很多格局都不要四煞，那古时候很讨厌四煞。可是后来发现那些大发的也是四煞的，或许是现今时代跟以前时代不一样，我在很多视频有强调这个概念哦，会造成说现在时代你带这个带煞其实是没问题的，它是可以开创嘛，反叛嘛，叛逆嘛，反而可以成功哦，反而这个里面没有那个四煞的，他不敢开创。好了，所以我们就见过七煞在身的。三方皆无煞星，其实有绑手绑脚的现象，不大敢开创，好，所以但古时候说这个有凶星就破格了。这个傅云说，朝斗阳斗，绝路苍龙，就是这个格局基本上钱财跟地位无忧，才能家有谋略，才官双美，不是简单的人物，可以独当一面，权威十足，可以成为高级主管。高级主管是有的啦，但是可能还年轻，还没到很高级，我论过几个他想创业也不大敢，但也有当老板的，但是也不是一开始想当老板，他必须扛下来，所以七煞有越挫越勇的现象，这是必然的。富有创造力、企划力、分析能力跟思考能力，就喜欢魁月啊、仓曲啊、左右合照或作手，既富且贵，能文能武。所以你看古人他在书写这个东西的方式他一定会把文昌文曲天魁天月跟左辅右弼加进来，然后再加一行，这样就可以占一些空间哦，像作文一样。你看哪一个没有加左右不好的？那都加左右好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什么格只要加六吉星都是好，这是一个通则。贪狼好像不做此术，就是贪狼就不喜欢加这些东西，怕会比较淫或色或桃花多。好，缺点是说不喜欢四煞，不喜欢化忌冲破，这大家都一样。空劫也不加，这等一下给你解释空劫会不加。这些凶星除破格之外，行伤难免。最严重的是什么？竹罗三线，以后再介绍给大家什么叫竹罗三线。此格局太阴太强，容易引起是非纠纷，大家就是杀破狼变动格局，奔波辛劳难免，而且成功是由竞争跟奔波而得。好，
谈一下哈，我们见过的这个七煞，我觉得重点在一个字“错”，有越错越勇之现象。他们不可能说年轻的时候都很敢，都很敢拼。如果有些格局成格的话，他的确是很敢拼，但是又一直挫折，然后再去做挫折，再去做。就有人天生就是我一定要当老板的，那格局够哦。我是偷看了八字，看格局够了。那有些呢，他不敢，他可能只做个工作室形态，或是一个个人工作者形态啊，这也好也行，那没问题。好、哦，也有人是继任了家里的家族企业哦，或是本来是夫妻一起做事，后来是他自己做事，而去扛下来，这叫挫折的挫。可是你家在往上大幅的扩展的时候，他有点怕，他还是会怕的。你说没有凶星哦，一个凶星都没有，他还是会有点怕哦。所以这个是不是在给点挫折，他在扛，一直扛，而且扛得起还不错，还可以哦。但是能不能扩展，还是要看运程。还是要看八字的格局，才真是格局啊，才知道、哦、他敢一直往上拼上去、哦哦、但是你不能只做一种像行政这样子的工作，它是有点浪费的。但也有人去做会计啊、总务啊、行政等等的。他既然是杀破狼格局、哦、他不大有利于是做这样的事情，放在这边位置有点浪费。我看过很多破军也去做会计的，就是。对方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哦、破军有好了没关系，他就做了。七煞最终还是有自己的主观跟主见意识、哦、所以还是做一点开创性的事情会比较好。不管是一人性开创、三个人开创，就是你请两个人啊，还是你做个大公司开创、哦、还是比较建议的。好，越挫越勇。那会不会因为地空地劫而破格、哦、我们把这个劫空加上去好了，劫空、哦、劫空，然后再加个地空、啊、加地劫好了，或这边劫，这边空、哦、劫空在这边是一起嘛，然后这样到这个引申位的时候就是对宫嘛、哦，顺差有，但是几个亿也有，本身就会同时共存这个现象，而不会说这一生都失败，竹篮打水一场空，通通没有，没有啦，我们见过很多了。用这个假设，去论人啊，论了之后发现，的确数据是这样子显示。那到了这个数据量够大之后，我们要再去看，是不是这个假设跟数据可以。一直做准，哎，确实哈，一直做准，这是没错的，不用太恐惧跟害怕哈。就股票不要玩就好了，不要做那种重大性的投资啊，或者要囤货性的行业哈，它会让你失利哈，因为你会判断失准，这个是任何做命加了地空地劫劫空都是一样的现象，尤其劫空是反指标哈，所以不会了，不用太担心。而且七煞属金哈，七煞属金。这个是金哈，属金。那金加劫空是不是金空则明？但是你就玩股票可以吗 ？No， 我们看过那种火空则发，金空则明的来了，哇，赚很多，发也虚发，最后还是空。不管你是加地空还是劫空，那地劫不参与这种空哦，地劫就劫，不管你不参与这些东西，就让你有劫难哈。以上就是七煞朝斗格或仰斗格哈，欢迎大家订阅我频道，我是老陈，我们下期再会。拜拜。